全父母好，全金钱好。臭布丁，你忘恩负义，你竟然放弃自己的亲生父母去选金钱。选穷鬼父母有什么好的，什么都买不了，选金钱多好，有了钱我就可以买玩具，买零食，买皮肤，还不用上学，多好。布丁，父母辛辛苦苦把我们抚养长大，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，俗话说得好，养育之恩定当永长相报，你不好好报答父母就算了，还因为他们穷嫌弃他们，你也太坏了吧。小伙伴们，跟奶当选父母的打一。切，我才不要呢，父母就知道每天打我们骂我们，逼着我们学习，每天有做不完的作业，还要帮我们报补习班，根本不会考虑我们的感受。哼，小伙伴们，跟布丁选金钱的打二。布丁，父母也是为了我们好，叫我们学习做作业报补习班，都是为了让我们以后的生活变好。哼，为了我们好就不应该逼着我学习，还不让我玩手机吃零食看电视，扼杀我的兴趣爱好，这样的父母我才不要。选父母，选金钱。2000 years later。 臭布丁，既然我们分不出胜负，那我们就去各自选择的下面看看，谁的宝箱里有神器，谁的选择就是正确的。正合我意。哼，你看我金钱都是用钻石做的房子，宝箱肯定也是金子做的，里面还有一大箱神器。臭奶糖，你看我怎么教训你。切，布丁，我可不怕你，我有父母的保护，天不怕地不怕。哼，靠人不如靠己。啊，我怎么掉下来了。你选了金钱，说明你是个没良心的人，这些钱你都拿走吧。啊，箱子里怎么只有钻石啊，我的神器呢？难道我选错了吗？布丁，现在知道错了吧，我去看看父母的选择，你选择的父母说明你很有良心，爸爸给了你食物，妈妈给了你武器，以免你遇到坏人。这就是爸爸妈妈的爱吗？小伙伴们，要是你们会怎么选择呢？